所以世界上我们用佛法的力量来过我们的神法。当到我们佛法这个时候，在彼得讲佛法这个时候，你会联动的，这是一个思想的，对不对？如果联动要垂直的解除啊，垂直它很厉害，阻挡很厉害，负债啊。当你今天在那边 search 的一一时的时候呢，出了一个东西没雅思，好奇怪哦，出了一个改存，出了一个流出了，出了一个吐账啊。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建立在雅思基督给他复发的一天身上。如果雅思基督冒在四中翻身，就好像一个亚斯基督冒从坟墓里面救出来，在先前呢，也有对亚斯基督所标上的标签，那个标签却所在，那个标签却骗子。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标签，就会成为历史历代的相传的笑话。那你敢唱出给你？今日阿廖冒兵临家来笑，虽然有一些人还在想笑，但是今日你系做嘅咩上位者笑变？今日阿廖感谢主，今日如果冒也是几多不发嘅话咧，阿廖做传统人啊，系最傻嘅，最傻嘅专业人士，系嘛？传统人，阿廖系最傻嘅。因为你坐在有不能存在的东西，而且信给你呢，喊到锁，所以你就锁到，因为你就是信的就不存在的事情。那你看到，如果信给你关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就这样讲了，十四到十九节所谈论的，因为那条会长人都在一边喊出一张。一种隐晦的一种套路上，我们刚才做一面，我们的亚斯基督一种坟墓的问就出来，我们刚才在那边演出。所以今天呢，我老太太来分享的那个题目，就是佛法界一种空的阴虚，来佛法界一种空的阴虚，然后我们一起来祈祷。主啊，你将一份时间交托成一个新手机会，我们多请你为你在希望当中救出来。今天我们信靠你的言，我们一样有复发的盼望。多请你用一个说法来激励我们，来充满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有力量来服侍你。多请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有一个年轻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豪的一个家庭。非常非常有钱，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呢，一爸就答应会送一家靓茶俾佢。我当然听见非常嘅欢喜啊！所以就有一年就攞一爸啊，一只嘅富豪去请茶，一只茶行分开要到一只茶行啊，做台又得，分到混搭，或者分到其他嘅啊嘅料分嘅餐茶或者。有可能我随跟住你去看到 BMW 嘅茶行看看看，在佢哋在一只抢赢毕业嘅前一个礼拜，佢哋就看中我一架 BMW X6M 113mm，我系看中我一架车，喺自家度装下，然后咧到毕业买买 A 二嘅时候咧。一个年轻人非常的兴奋，因为他有新茶树嘛，有新茶海树，所以海树呢就经常点，然后毕业就把我毕业都送给你吧。所以毕业那年呢，就去点红茶树，点到阿曼亚，忙家送茶来，边头条嘅人忙家送来，忙家送茶来，所以佢就皮推，好点推呢个茶可以出现。他呢等到到傍晚的时候呢，结巴请你送给一本用你们自己包的好靓的一本圣经，高明言
他亲自送你的。你看这样的杨宇带回来就心地不会听不会好久啊，从早晨到很忙啊，受潮听到你那送你来一封信，你就从掉八个手中掉到一封信，就在厨房上一翻出去，那封信就直接飞出去了，然后转身就走，就离了掉他从今天我要再转来了，你这个吹我去，因为我是太怕朋友，你要知道由于给他们给把各位心给他心的前面的转到来来出席来参加给爸爸的商议，所以给到时候他来了，因为我前都不在来一定要转来进修给他参加，所以由于当你说不能到的时候呢，你就传给他父亲给他的图书馆，你不会坐下再看再来你看到你爱以前是把那份心意很严重不痛放在父亲的在他的图书馆的书架上已经掉下来啪啪啪啪回去，然后呢你插下来看当你看的时候呢你打开心意你不会只能看到有一种的折纸暗下的车你必要爱的那个气当到的大钱出来爱大家爱大家的大钱，所以他的非常非常的激动，当他看见他故事的时候他心中也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担心，到底他要当中有几多年对他的上帝做相同的事情呢，他的心不会有那个激动感动，但是因为有几多年也做了相同的事情对他的上帝不信的运气，所以在那个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上帝要将你的意放在那个生命但却不信但却不相信，所以今天希望教授给他复活节每一年我们会看到他的信心，老太太再一次的说上帝秉公义给他 promise 你有没有做到，上帝秉公义给他已经跳过信心已经跳过你所明白看着他的文字所引起的东西给你的引起，你有没有把它持续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大家感谢主从你的复活节大家开始再次来去反思，来到再次来看你的路加福音第24章第一到第11节，从你看圣经的你打回来这样的一面看的时候来到这一面看，因为给你的时间是在很好的时间，就没穿一项特殊的危机，来到大门一份圣经，如果你手上的圣经的话呢，你打开所以你的圣经你会来到看到所以你的复活节上帝比方说他空的运气气质空的运气到底是哪里，你知道给他基督教的信仰信仰来说你看到十四个上帝的一张空的十字架跟一张阴气，当你看到你的十字架的时候你连到什么概念，你在基督教的标志啊，对吗，你那么心脏那么十字架你不懂得怪怪的吗，你记得前面吗，你就摸一副中间的那面膜免得砸掉，对吗，十字架当你落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你就是基督教，在我们的心堂里面心堂外出都有十字架，但是你看到你的十字架是不是空的呢，空的中华街天主堂的十字架十字架是雕的牙齿也是来留给你的研究啊，来给我时间看看我们讲以时间的研究中华街天主堂的十字架里面上位雕的牙齿啊，以前我一路上给他的本大山里也都看到牙齿本当雕的牙也都雕的上所以也就是不该你自己研究啊，如果你自己不明白的也希望不是想要来给你帮你讲的讲那一个的是红的十字架，所以你怪不能你的装这次牧师已经老太太讲了一关十字架的信息就不会这样从人太多的讲，第一个就看到十字架本来是一套修辞的一个工艺，但是十字架给你一个转化为变成一套引药的一个
伊在个十字架个十字号，因为在个在个十字架上，迄一只沙吹个一只烟气，吹得到沙面个一只烟气，所以也是伊唔在十字架上，伊经在十字架上讲前了，前了，伊经讲完成去，伊在个烟雾了。其实这个烟雾是从双柱的面双顶的面委托给你去按你前朝的他说 finish 前了所以也是这个已经在十字架上试开他被降下来他被放在同路地外他不再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在这个信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这个已经担当去，那个脆弱。当我哋看见十字架的时候呢，我哋看到三百十字架嘛，三百十字架。当复活诶受难者嘅时候，再过来经验呢，就系叫做嘅我信任啦。所以唔该做东西，唔该做东西呢，就来唔切，把嗰个十字架脆。所以你看到看到嘅各个塔山上有三百十字架，我哋注意嘅，即系中间嘅啫。中间一只，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是叫做平等式的嗰只十字架。如果我哋看到其他十字架，我哋再来前边来看，然后再观察边啊，看到你看十字架原来是一张脆的公家，一跳出来改变一件事情。所以记得重视，所以一年的时候呢，受难者拿十字架不可以分隔，一天呢两件事情在一起的，好像一国钱啊。喺就呢只一圓邊嘅左邊、右邊、上面、下面咁樣，咁你要分開。呢只吹嘅空間變天外變處理，但係喺處理呢，就係我哋嘅廿四幾多基金還開嘅就係吹債。所以從呢個十字架上，我哋看到係空嘅啦十字架。當然空嘅就十字架呢，係廿四幾多前置俾佢擔當。嗰只十字架嘅擔當要吃，做乜嘢要吃呢？因为嗰只紧紧干面都在亚述嘅条骨上、条骨底背，如果有希伯来写咧，你知道叫做咩？紧紧有啲粗，差唔多捞到铁蛋嚟啱，唔系紧紧嗰啲捏制啊，嗰个捏制骨头喺度含阳光，睇亚述嘅都变大嗰只猫啊，戴上呢个只猫，其实超一定嘅铁蛋，蛋细碌嘅咁样捞。有个调和的过，所以呢，十字架的当中充满了血的浆，左边右边呢也有血的浆，因为也是基督的血出的血。那个十字架那个黄的、那漆的那条、啊那条、那条木也沾满了血，怎么讲呢？也是被打到老眼光，也是被打到一身烂晒的，还有这个脚。还有这个身体一插开枪，然后流水、黑老水都站在这个十字架的中间这条路上，所以看到最后是几多？这条十字架上第一根钉断在那个处了。所以我们才来通言圣经，好吗？所以在使徒彼得、老约翰当年在那个公会面前进行审判的时候呢，以太大的提出来，给他宣告，给传讲也是几多？也叫做讲嘅嘢，叫话叶医生除下以外，撇无拯救，因为在其他人间没有适合嘅命，那就可以抛出拯救。那就读起经过廿二十节，廿二十节古咒，因为只有一个命，我相信叫做创一等，别无他名，因为耶稣基督死了，所以一只红嘅十字架。是一种吹的三面的一种阴气的那个感觉做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单是一种基督基督教的记号更加是一种告别他杀吹的记号我们再看看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是一种空坟墓的一种阴气因为坟墓到今日你是一种家人的时候呢你应该在那个法眼父母移动你一些那个时候那个好奇怪有你回去啊奇貌有你只能滚业的啊然后呢那个父母是空的空的
超過三啲機長、後爆機機長煙氣嚟嘅。係啦，幫他董事發生壞事情，好嘛？幫他。粉末不分柱的遺體竟然不見了。柱的遺體不見了。兩個天使向我們顯現。好的。他們全身發光，好像太陽。他們對我們說，為什麼在死人當中寻找活人呢？这是真的。相信我们，相信我们。我们看见了天使，可坟墓是空的，我们的主不见了。彼得一定要相信我们。当时的一个片段，大家看看当时发生的事情，而且传言的几只呼吁呢，有意特别愤怒的时候呢，佢哋后现状，佢哋坐一边，你哋之间因为后头一十户人喺站，啊，因为看，因为看，呢几多嘅时候呢，佢哋发现到佢只坟墓已经开来嘅，啊，如果有意呢，而去扫墓嘅时候发现到坟墓全部开晒嘅。係嗰條轉身啫啦，你睇下佢見下，按包啲又排過。嗱，而佢上上在約翰福音之後，在路加福音之後，在四福音記載就在當時咧嘅了嘅情況，最後將檢驗，那了面對復發嘅件事情嘅判斷一樣。在當時嘅門徒雖然嘅廿四派咧難查查，喺前門查查。雖然有時有時要暗示也好，明示也好，其實都是很想到。所以當然你看到彼得表現的父母的時候，也是很好懷疑的。但有些人你可以做你看聖經，你可以穿約翰福音那邊更加詳細的記載，但你穿約翰福音那邊又要非常的詳細來記載到耶穌基督那個過世的那個布那個條件也相對的方便。有聖經講嗰邊係幾種堅定，堅定係咩意思啊？依看靠主嘅就係嘅報道嚟嘅，而且我更加清楚，原來耶穌基督望嘅肉骨嘅係一隻過時骨，係啲堅定，就好像堅定嘅本來嘅一隻嘅形狀嚟。耶穌基督唔在嘅啦，骨嚟嘅，耶穌基督現前落脱嚟嘅。在當時並飽過的你就不嚴脆的一點，所以你看到最後是這裡跟對人的人在這裡封一個的時候，中文該在四年中的前三年呢，可能就叫他在路間寄出到的地方是要做醫生的醫生，也用的用到的時間非常長時，中文該在四年中一前三年啊，有點奇怪啊。以往去打电话，打去那个总华上去的总华医生那边啊，你们认错吗？啊，有没有就这样请没有意思，没有他有做的。所以呢，如果你认知比较高，所以催眠的小女孩，但在十四架上天上也不怕。你在看其他的经文的时候呢，一样的讲到，他已经不怕，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不怕了。也在新的地方一年开都记载，然后你再看保罗书信，前年我所读的那两多卷书，然后你看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多的记载，都会讲到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坟墓当中已经救出来了。事实上，一个空的坟墓呢，就是新民爱，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幽静。有发的信仰，最后是基督曾经讲过，今日机关在发嘅时候讲嘅，大家记得吗？在发嘅时候讲咩啊？唔系在丧礼，系啊，在丧礼讲嘅，唔系在服务消费丧礼讲。
伊喺村嘅咁嘅垃圾都嘅送嚟，地方当系几百，佢讲复发吹来，生命也吹来，新来嘅人虽然死开，也必复发，凡系发出新来嘅人，必永远不死。而新嘅地方讲，新嘅话嚟再讲埋来，明天上复发吹来，生命也吹来。新来的你虽然需要也必不发，反发出新来的你必永远不息。也是对玛利亚，也是对拉萨路的姐姐宣告，也对当时参加拉萨路的婚礼的丧礼的人来讲，也去说话，复发存来，生命存来，新来的你必永远不息。感谢主，也就是复活节，天一站痛的引起，已经是痛的啊，不能行出地步，骨太不出地步。今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今单是痛的啊，他接出来的时候呢，那些门徒痛到半死啊，那个那些魂魄都肯定天下来，啊，肯定天下来，你吓到这些后人哦。阿们是叫人本身，一号用担来先。突然间也需要照攞嘅做教嚟，一门神业，如果吓死佢都话，挨住要一番圣言，也是出现佢哋非常惊怕，以为看到鬼魂就真。嗱，也是老嘅呢个捏你条皮哦，后除也是讲嘢机嘛，也是咩嘢照攞嚟烧，呼嚟我吓死佢，也是照。就落嚟一笑，也是咁，咩嘢叫平安？哇，嗰条天啲嚟，天下嚟，天下嚟。你看咯，嗰条咩就江云黑暗惨嘅咧，唔熟悉阳光山，嗰条出边医治了。你看圣经啦，看圣经，圣经啲在茅湾来嘅，而家上些嚟看圣经。第一波讲到嗰条已经退缩嘅门徒咧，因为也是嗰度，你注意啊。亚斯很做了一件事情，你看他圣经，亚斯做了哪？亚斯用给牛吹气，怎么亚斯吹气啊？你看他圣经很牛啊，亚斯怎么敢吹气？吹气，老给吹气有啥相关？怎么敢吹牛气啊？要吹气，没乱吹啊！亚斯说当时要给他吹一股牛气。你拖新建的外当吹气的时候，那发生什么事情？上帝抄阿道的时候，还有买吹气，里面就发出的外。当年那个，当年那个，以死的树的外当先的，以死的，当基础到，当你向你的骨盆的骸骨吹气的时候，那条骸骨就不发，懂了吗？那些骸骨本来没生命的，死了好久。他在上面的气吹的当中，给他就会成为幽灵的发音。所以呢，也是用给他吹油气，也很难用。也是将给他过去的能量，全部用一个能力，能力启发。虽然当时很简单的，大概心灵光明，他也是说，念给他平安的时候，就向给他。吹牛气，我哋感谢主，也复活的上帝，原来有老板的同差呀、啊！原来也是叫做叫老门徒吹气，叫老门徒建立关系，因为但是叫老门徒建立关系，叫老二老嘅都会建立嘅就方言非常亲密嘅关系，所以也是叫做喺你方言嘅雕做上帝的主。再讲下来，我哋也是叫做关心门徒嘛，关心你见到门徒好大差。长地都变长的，做起变也是变大样来处理。难怪彼得要认不认主了，哦，你可以认得到，做么个彼得要改得到，哦，你认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还相信你讲四百八，好，那你看到，主要是关心，主要是亲自的探访，念你的品话，冒头，来再讲话了嘞，你发出他的忠肝啊。唔单止在过去对门徒来讲，今日又在二零一三年复活节嘅时候，对二老来讲，
金美用的十九阿伯用洋枪去洋四个人命，今天那用的十他发生上继续生命，老几位老人接触建立关系，最后从平常时老人都建立关系了。所以想啊，今天年年是几毛，当然每年的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们讲当年啊，哈，咪先咧廿四人叫啊，咪就八十几啊，比当两四人叫廿四年，咁是廿四，开玩笑。你今天是廿四吗？还说过诶，没你提到有关廿四的事情。那现在的商量老廿四，那边真个讲 close， 你真咧，亚洲接回几个飘起来。你看商量眼前的位也是你都会变，给你接触生理的天空之外，无论是情绪生理、眼神的，或者是在生命在生理，那就都会改变，每一站，那就老也是你都会同担，那就会归于也是你都会死，那就会归于也是个伤，因为也是没有父母的不会衰竭，也是救出来的，也是那里救出来的，也救你那个生命，所以咯。蒙古王该每种一条东西，一个经济上的目的，来做你上面的王，填给在那里呢？出现一个心，还要从一个上面里面来做王，最需要发展，就是王之年。今天看到空间是不是的？那条水的上面的印记了的，然后呢，空的坟墓。我哋喺呢度燃山上面嘅就烟气嚟嘅，所以今日我哋在世界上可能日子可能每十年都唔同，有啲人个长，有啲人个短，总之有一面咧喺天安结束，喺披上枪死嘅三块，然后咧就一位也是叫做嘅复发，挨过有复发嘅贪魔，挨从披上转到呢天上天界，跌向永远嘅上面。叫做保罗先生，我们都前世过，应该所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猜是猜嘿好这样对吗？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看到空的坟墓，那一张转化还有上面那一张的记号，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看到保罗吗？保罗不能嘿，本来是做法的保罗，保罗是背叛基督教的，背叛亚斯基督的，他们在开马神路上当你遇到亚斯基督之后呢，三面转化，他忠心一世，他就做外邦人的使徒，一切在一个新的观点里面，保罗行事的时候认真看他，保罗在当时做法的，然后保罗的三面转变，门徒的转变呢，你们圣经里边的看，不能要好好办事的，他们可以提出在公会面前，为了圣经做见证，在彼得一拜到他的时候，有三千的男丁信主回。在接下来还会看到，虽然他们面对后面一个逼迫，他们还能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接下来还会看到还有其他的人，在看他的时候呢，你自己本身也应该。因为十字架，因为坟墓转化，他就看到他的十字架到今日，那个生命转化到那个前途呢？当然，他就保罗教导他就一到了那个前途，去做那个人，做那个前途的人，还希望人们人去踏步，还希望你一步一步向前，继续的来迈进。我边听到了，看到一只。其实嘅一切好少出生嘅到百年出生嘅人立刻，你生出嚟嘅时候冇消冇药嘅，啊，其实嘅肌肉，其他嘅全世界到处去为主做见证，帮助到佢。如果你理解啦，你可以想象一只动物嘅年纪非常高，睇嘅人，有只非常雄彪嘅生命。非常磁性的声音，你看那个老一张，他们说啊，不但你，那个寂寞，十三岁的时候，
就在你有时的时候变成三行拿我的野打小两场都好你在家有时有叫我小吗好了啊给了两场一个对话So what's going to happen if I jump off? You're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water. No, I didn't come at you. Guys, guys, I'm just going to be actually surfing this morning. Yeah, I'm fine. Unreal. How often does Bethany happen to surf? This is really good. You come out of the water all the time. I mean, I surf pretty much every day. Wow. Unreal. Well, it's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meet you. My mum showed me your website when you were on Oprah and stuff. You're such an inspiration to me, really. I'm not just saying that, but you know, I used to think to myself, I don't know what we were putting down here, my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here. I used to think to myself, if I lost it, you know, it'd be like tragedy. How did you handle it? Because I know if I lost my foot, I would like snap into a depression, I believe. At leas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ut I understood that even your nurses were surprised as to how you took the situation. Well, I lost my arm when I was about 13, and okay. It's funny how it all kind of, like, almost as if it started 2-3 weeks earlier, like, me and my mom had been just praying and asking God to use me in my life, and I gave up my heart to God when I was, like, really young, and I don't even remember. Okay. I just wanted God to like use me and do my surfing and just in any way you want. And then this happened, and right away it's almost as if I just thought like this is God's plan for my life. And my friend gave me Jeremiah 29:11, and I think God spoke through her and just saying that God has a plan for my life and that He loves me. And so He just gave me this attitude of perseverance and strength and just a new love for surfing, and I just didn't give up. That's unbelievable. That's honestly unbelievable. Like, how's life different? Like, even just physically, you had to relearn things, and how'd you get up again on your feet? Yeah, you know, really easy, and there's not really many things that I can't do. Like, the only thing that I haven't learned how to do is play guitar, and that was hard for me. But just being able to surf has given me like something to like keep my attitude good and strong. Just I don't know, I just adapted pretty well. Unrea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 don't know if anyone's asked this before, it's maybe a difficult question, but if you weren't a surfer, what helped you through getting you where you were? Well, surfing is not the number one thing in my life, and Jesus Christ is, and that's what gives me the strength and hope to make it through every day. And that's what gives me, He's the one that gives me strength to surf and the ability to go out on the ocean. Overcome the fear of sharks, overcome the fear of not being able to do certain things, and he's my positive attitude. Amen. Awesome. And that's what we have in common, absolutely. That's the amazing thing, just the power of God. And I can see just the glory of God in your life, and through your eyes, just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And it's so powerful. So would you say that maybe God allowed that to happen so that He could fulfill the plan He has for you? Yeah, hands down, I know that God got me this now for a reason. I can see why now, just like so much good has come out of my life, and the opportunity just to share my faith, and that I can still surf and share my story of coming back surfing with one arm, and I'm competing with one arm.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have lost hope in their life, and through hearing that story, it's changed their life. And I just know that I would never take my arm back in a second. Really? You'd never change. If you had a choice right now, would you have your arm back or not? Definitely not. Why? Just, I don't know. Like, I don't need it. I can serve the whole arm. And just
biggest people, like all four of them. Yeah. That's awesome. That's awesome. So if there's someone out there who's going through some sort of circumstance, how do they have the joy that you have? What encouragement can you give them for just so they can hold on through their circumstances? The main verse that kind of helped me get through everything was Jeremiah 29:11, and it's, "For I know the plans that I have for you, says the Lord, plans of peace and not of evil,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And God has a plan for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if you just give your life to Him. And He calls us to love the people around us, and if you're having relationship problems, just forgive that person, because everyone needs forgiveness. And just try to love them. And with God's strength, you can do that. Amen. Amen. Wonderful.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too. Awesome. Can I do like a high five on this one? Yeah. That's awesome, man. That's rad. Cool. Well, we're going to get up soon. Okay,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他的困难，他的经历，他的系坚持经历。如果一张毛小毛脚经历，佢会做一系嘅坚持。他的经历有少有脚经历，他的一天佢会做健康健康嘅事情。如果希望，所以复活节嘅时候咧，他的经历，他的复活节因为穷嘅食时间，因为穷嘅愤怒。 今日在你嘅生命里边，唔系穷嘅，你嘅生命因为咧充满去上帝嘅能力，喺你嘅生命好像叫做咩？甚至超过佢哋，佢哋无需忘掉，睇你上帝用嘅，今日而有少有用，系相信上帝更加去用你嘅。所以今日在你嘅福节，因为你嚟做两大嘅凡事，第一，喺你嘅凡事，我哋可以。 认识自己嘅身份，认识自己嘅地位。因为嘅复活节，我哋看到我哋要非常嘅时嘅意义。我哋喺尊重嘅知识，我哋要尊贵嘅身份，所以不要自贬，唔好自己贬自己。我哋要系属天嘅子民，所以咧，求主帮助你，在你嘅生命里边。 在你每一个生活地方，去拥抱上帝俾你嘅恩赐，用圣灵锻炼你嘅生命，使用你有限嘅年岁来服侍上帝。原来第一章我哋要做嘅凡事，第二咧，我哋嘅凡事就系用骗人认识哪个身份咯，体会，写到喺我哋知道时间，在考虑嘅，攞用骗人认识哪个身份，哪个体会。 在我哋生活当中，耶稣嘅话语是千真理，把握各种嘅方式，用钱我哋嘅道节，用钱方法，用检验人嘅轻推面，用明白嘅方法，把握时间度介绍你嘅。所以，我哋嘅穷嘅意见呢，也连到人哋嘅身上。系盼望弟兄姊妹，每一祝福弟兄姊妹。 在伊朗嘅生命嘅复活节，我哋有自己重新定律，我哋要靠得住咧，我哋发起来，我哋每日都会带有嚟发，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我哋一齐嚟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上帝，多谢你，因为你咩就失败嘅上帝，你在世人看来好像系失败，因为你唔能够战胜。 罗马面前，而你叫真心当时，我哋要坚定而经营，而你当时在十字架上用你方才坟墓里边，在面看来，你就系彻底嘅一个失败。主啊，当我哋看到你嘅事情嘅时候，我哋要面看过来，你系因为主耶稣，我哋要以献出去感恩，感恩你失败。
他在看到最后是叫做不再在十字架上，也不再在坟墓里拜，已经在发出那个当中，发出那个善念，那个感谢你，也在里面那个火的一个点点，那个多谢主，带领那个那个时代，带领那个每位弟兄姊妹的善念，那个人生，多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那接下来那个。